的基本理念就是共生，回去尽量减少我们的垃圾，然后资源好好利用。今天呢，我们希望不仅仅我们在台湾把我们的生意做好，我们希望能够在台湾跟这个地球尽一份心力。Canon, delighting you always.